CEO 请注意，这是一支关于如何赚5亿的影片，说的是一天赚5亿，一个小时破1亿。这是中国零食品牌百草味在2019双十一的创新记录，日赚5亿，靠的是由里到外的创新理念，品牌长保青春才能抓住年轻人的胃。一起揭秘百草味抗老三部曲。第一，打造高颜值零食。百草味秉承时巧时美、多样多元、物有所值，超过600种的品项，每一种都力求在零食外形和包装上做到极致，主张产品新体验。百草味不断打造新品，为双十一造势的中国味零食秀将零食和时装秀完美结合，赋予零食全新生命力，品牌曝光量超过6亿。第二，具备年轻思维。代言人是00后偶像代表，通过网络直播和消费者沟通，电视剧植入带动知名度，打造演吃会吃货节。第三，走进年轻人，重新布局线下市场，为白领和加班人群开设地铁店，近距离触达消费者，团队平均年龄只有26岁。透过百草味大学、百草味商学院培训强大的年轻团队。创新是进步的灵魂，百草味引领年轻的企业文化，成功征服 Z 世代，屡创佳绩。2020年要挑战的是100亿。你的公司也想长保青春、身价翻倍吗？ YYC 总裁战略营帮到你，赶快拨打热线了解详情，0193686868。